揭阳特产有哪些？揭阳市别称岭南水城，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。那么揭阳有哪些特产呢？一、莆田竹笋。莆田竹笋是广东省揭东县特产，其植株矮，分枝低，叶片密，叶量多，产量高，有岭南山珍美称。二、揭阳酱油。揭阳酱油在揭阳是出名的调味佳品，它以工艺精湛、质量超群的风味独特而著称。三、揭阳乒乓果。乒乓果又名宾胚果，是揭阳传统名小食，其外皮清脆柔软，内馅香甜可口，深受人们喜爱。四、脆皮豆腐。脆皮豆腐也是揭阳特产，其主要食材有豆腐、鲜鱼肉、腊肠、鸡蛋，吃起来表皮松脆，内嫩香醇。另外揭阳还有炸姜薯卷、瓶上绿茶、咸港蚝、白马菜刀、味精、凉冻无果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